台湾嘅客运业有一天比例嘅客家人，佢哋因为家乡冇人改签写作，不卡十年多开小摊，故所想出来到台北有只机会，较多嘅态度是大变，希望做啲串行较多嘅事业，添助家乡嘅青年。好多我哋做生意，从细一放头就看到阿爸阿妈木质，哎呦，肯定嗬。所以我一直台湾，一直加，我去强起来。所以上到以后，有阵时不会算啦。来用贴砖呢，哦，砌砖呢啦，哈，去盖番薯啦，哈，种草诶，高速公路，我做家个店铺哈，啊，种个草诶。兄弟姊妹五六岁，好，啊，都全部差一岁、两岁，啊。一开学，一读书，一交学费的，无学费的，无办法交，一加钱，你要加，给你加，啊，所以我卡又无神，无物该好生产，是种羊菇、八八冬，种羊菇、种姜子，哎，种甘蔗，哎呦，农忙时节，家下就爱天摘羊菇，两，搿边的半夜的深夜点，哈巴一点两点就啊放起来，啊天摘羊菇，天熟羊菇，熟好样做的专业不卡，洗面吃饭吃饱样讲，我已好高。下回莫嘛讲呀吧，啊伊会想会去都市生活，你一定会学土水土啊。我那个时候是想说我要赚钱，我要有一技之才啊。保密结婚后，我去四川富贵茶是他年班，一段时间，加下时间八十一年时间，加钱，加台湾经济刚发展，薪水千高，一张年六千万块，然后拿，对啊，但跟我一年做一年，但是工一万多钱，但是一天啊。一大早出去转到是上工半夜，要到工厂去上班，可是工厂的机器很可怕，我做一做我就不想做了，我就换工作，就一直换，换了好几个。在交通界来讲是最好的工作。在一般人来讲，你在当个驾驶一样是领薪水，都想要进这个门槛的，哦。但是那个该弄西也资讯唔好，台企公路局又照考你免的，你没有这份资料公司，其实有照考啊，还好人家 Q 供啊，舅舅在新竹站呢，啊，他对站上的一些。行政的时薪啊，他因为参与了，所以伊底下都时薪。无看伊嘛公家机关合作嘛，加托付去托用嘛，如果看到伊台戏的茶，台戏的茶应该看到伊讲，台戏应该做得咯，也做得咯。我会很积极去报考，去台北连城路那边的。会被综合连成路嘞。后来同学们就约我们说，跑去考那个车长小姐，考公路局的。那么大家一伙呢，好，就去报考，就报名去考试。珠算、地理、国文就是作文，考算盘，好像考的也差不多三四科左右。他就等他分发，他就说一个礼拜后会分发，就叫我们去台北西站路那个天桥下方的地方。叫我们去那边有一个墙壁，叫我们去看你的名字。哦，我就怎么就当天就大家去看，哎，不幸我很高兴，我竟然考上了。入到贵阳交通运输业，唔但将做得错，来自美国清前进嘅飞机巴士，坐定起头嘅支付，轻重要嘅系有稳定嘅经济收入。故说，佢哋一咧小嘅一咧经营一只产业。出人用开始，佢哋有啲台北嘅客运人生。
年代的家乡港中的客家字体，在台湾工业化的过程度上出来到台北，入到梦想中的贵人交通运输业，不但将荣耀的亚外时代，他们自家也吃到十分的欢喜。哦，开心哦！你在哪边开车啊？我的孩子有公路局上班啊，听到公路局好像是很好的单位呢。可能是年轻的关系啊，啊，大家这个制服穿起来呀，啊，足电啊，啊，吃到安尼很骄傲。那其实书院公司提供的书院，亲自也做个本视察学问，还有修养，辅导伊训练呢，懂的东西，尤其不要避税，啊，让多纠纷呢。目的做本视察，啊，晓得样，晓得缘，晓得有修养，不然他出去了，莫讲下。有看到有路还有嘛岔路一些。其实很热做一念，念讲爱小小心驾驶，小心两边来查。认识票种，有什么车票，在车上卖票注意哪些事项，然后你跟车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注意车子，要怎么样去了解，就说车子靠站，旅客上车怎么去卖票，你要怎么去收钱，而且以前没有计算机嘛，一定要用心算去换算。人家给你多少钱，找多少钱，你不能够找错啊！找错你就要赔钱啊！在市街公路口啊，车用头啊，沿沿打发时差，咁要该要车长啊，啊，到站停啊，后来车长咪开门，让他调啊，上调哈，那心里哦都舒服呢，唔是办法啊。开货是来办货啊，办了你要死。站牌、立站牌、动群，啊，两站连忙多嘞，上银行、上茶、上来，票都买买脱，下一站又多嘞，看约个啥又唔晓得，又手忙脚乱，票价又唔熟，啊又唔得安样来样哦，啊口底又记得买票又唔记得吹口底讲站多嘞又唔记得，啊驾驶员就懂又懂懂恶就骂骂讲要得呀唔要得。要骂个家董董建章，本件骂伊，要行阿建章，要行阿强，要行三唔掂样咪，想一叫查单又唔敢叫，下来下到来人个打电话俾阿姐个，咪冇做。阿姐因牵马挨个，嗯，很有耐度嘅，很有耐度嘅，就系要这个真紧要，有耐下来，有耐下一个。抓起他把韩国小孩说，嘿，都抓下来从韩国小孩说，家说没做没做，你看一做做三四十年还在做。贵站全站的查账收据来说，差不多有两百三，不过两百三以上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就会按客家人，大家很客家，讲到客家人家你爱客家人，爱客家人，大家就知道，哎，一照顾，一有这样的亲切感。这群客家男人，在一个五六零年代差不多相同的背景之下，好，背后有一个时代的脉络，比如说工业化，让他们选择离乡离农的情况之下，进入了所谓当时候非常热门的交通业，然后因为他们的排序，心中对于这样交通事业的排序，然后进到了公路局、台企，然后在里面的过着他们很精彩的这样子的生活，然后就会发现，在这样的时代之下，所谓的驾驶员、交通运输的这样的劳工的背景，然后就好像丰富了我们所谓的工业化底下劳工的生活，原本是我们所看不见的。这样时的后生人心肝都做有一只台北梦，都想要出去边看呢。他条一生人坚守工作岗位，发挥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为台湾农业转型工业化的时代做出贡献。
也对台湾交通运输文化度留下深刻的影响。来自各地的客家子弟，进入到台北的交通运输业做事过后，有位人当年辛苦筹查的来费，有位人一三年很多学杀，有位人带点小家庭在台都市衰落的黑，各自体会无共样的台北生活。艺业培育公司吼，铁达站做个淡水站，淡水站加来人租屋个，一张要几多钱？2500元。对廿下年来讲，2500元当好省，但是加2500元，我一张月薪水涨19700元，哦，钱无拉用，一天无拉用，哈，我太太也钱无条路，佮都带生意呢，以为两条手工来做啦，下班呢哦，反正也无做物个，哦，无人肯照查，你都来天数穿哪来，去哪来，古多加一数字夹吧，全部穿到鼻头。开发，哦，我是让我太太想，我唔会专心做，不要通钱呢，哦，我哋办嘅台北台，哦，我哋个票务，哦，你应该上班好困难哦，我讲要，你要上初下时间，所上4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做旅游，像下半夜还有摩马娱乐啊，他们经常听那种打牌哦，那我就那个麻将桌帮你打牌。我就抽一点那个服务费，哎，3-4个朋友打牌，打到晚上，第二天我打个牌，房租税5000块就有了啊。他们打牌，啊，打1000多少钱，那我就在那边，我要煮饭给他们吃，买水果买菜，啊，煮给他们吃，啊，茶水这样吃，帮人家跑车有没有？赚的钱，还有人家来叫人家来打牌，来打牌那个钱呢，哦，租房子就够了，那够了啊，他赚的钱我们就没有花，就把那个钱存起来。小时候就一直记得爸爸怎么常常不在家，因为妈妈每次都说爸爸去上班，爸爸去帮人代班，所以我跟我妹妹都会一直在那个铁栏杆，当时候的旧阳台铁栏杆外面，知道爸爸要下班，我们都会坐在那个铁栏杆外面，然后就是等，看到远远爸爸穿着那个水蓝色的制服，一边夹着报纸，然后一手拿着他的茶壶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很远就从3楼就是爸爸爸爸这样叫，所以在家里面要看到爸爸其实是不容易的。偶尔比如说爸爸的如果跑的趟次是日月潭，然后车上是没有满，然后爸爸就会带叫妈妈带我们两个人，就是假装乘客一样，是坐在那个车子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来一趟就是小旅行轻旅行。特别寝室，棉被全部会拍实的，一地被单全部会拍的。像人讲军上军训可用的，搭早前管理员要来检查，啊，屁股啦就要贴的，要夹到安尼丝丝角角，像阿兵哥，特别钱拿都懂啊，连薪水推的就连叫我拿的拿转去讲两几多钱，吼，啊拿到拿钱本，拿转去本不卡。睇下涼水，當然涼水水，特正嘅涼水水，做乜當飯去嘅嘢？頭排戇戇啊，進出地方，春前涼前就一夾夾拿樽去不卡，啊，啲啲成分乜當緊水，出涼前你家下影相角，誒，抽一三兩三，按鏡下嚟，嗱啲去亞市嘅去戇嘅嚇，咩唔敢？頭排又想愛買衫，愛食東西，咩唔敢講穿法，唔敢用嘅法，限生生嘅用。哦，这个可能就按客家人还有个呢共同的那个各种的想法安尼，可能会较省安尼。记得有啲台北一只繁华嘅态度是度，珍惜每一个轻无简单得到嘅工作机会，认真善意，相互天数鼓励，唔但将伫实际嘅层面用赚到嘅钱同物质照顾家乡嘅幼儿青年，唔到底嘅。
手留权欠的客家精神继续传播下一代。讲到交通业的成法，就是同一般人是无法共用的，尤其遇到野外身体不好的时节，也无办法长头的顺风照顾，也是当多年就经历过的心酸。我遇到我爸爸我妈妈过身啊，我做很多上班，也同我苦啊，同我家事也只有经过了，但是遇到诶，诶你们穷人差个时阵来，年头个下差，吼、哦，诶你当干专业无卡，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谢谢。这是很多驾驶员他经过，这个是心酸，好、哦，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情。我们的客家人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，啊，占了不少的比例，啊，客家人的特性就是他很勤奋、很努力、很自动自发，啊，他们都很团结。好，这是我们也是可能是客家人的啊，他由于文化的一个传统。坐车查当的人哈，佮唔晓得讲过伊个，佮要讲，佮就讲体面啊，大部分是体面啊，哦，诶，金碧金美，公馆啊，佮讲按就按样福气来，哎呀妈，糖酒的、地酒的样。让第一个哦，佮讲个迄物个，慢慢嘞，同事向较多嘞，也去讲个，让第一个哦，喝落花就哎呦，慢慢来记。做行业的时间，要讲过年，要讲好，也要讲好咯。听一讲啦，变化不清净，七讲变过样，都表示尊敬。按啦，啊，无会讲时就容易排泄啦，有些排泄按啦。碰到说我们一样是客家人，就是见面三分见。哦，你也客家人哦。你是哪位客家人啊？我是北埔的，我是南埔的，我是六堆，就会讲个地名出来啊。我哩琼阳客家人哦，啊，因为在结交嘞啊，就会问东问西啊，就会有见面三分情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希望的望，个人就无讲错，希望，望，希望，哎，你讲呢？哎。发现那个，哎，生意要专门讲过年，你想啊，你还做唔得？咁还是专门捞去讲，讲客家话。特别年嘛，大家都讲过年，啊，无乜个讲客家话，啊，初五下个时间，你咪讲过年，啊，爸爸总来看到你样讲过年，样做唔得去，佮希望，你客家人，会讲客家，所以佮喺，会初五下个时间，有限初五下个时间去要你。大家就是共合法。台北的生活啊，看在安多嘎斯在不同的角落聚集在一个北站，又很不同的环境因素，每一个人的背后的挑开起的压力不一样，但是你看到的都是笑脸一个。我来上去笑来个，我当佩服，妈妈我当佩服，一只些穷养的些，从早晨到到暗部到穷养一样些，唔做得做到四十两年，你只蔬菜本来四十两年哈，出来后生多了哈安尼，本来成家本来得了位稳定，来吃到来一满足，哎呦。真系影响清代下面个双鱼皮的阿爸阿妹，吼、哦，也着高台，吼、哦，也着枝头，也影响到爱。哦，有法都伫个公司做了30几年，真侪都一边行业啦，开销的原来，开销的囤，当做事情啦，低，啊，生活无容易，一定好好啊做下去，哦，咱每个生活上有个改变，自家做好了，也会影响到生意，希望大家都像安样，快到上班。做好你客家人的本色。眼镜、原来、真相、
地主，佢哋发挥嘅客家精神同独特嘅生命故事，俾台北一只态度飞，带来特别嘅客家面貌同发力。